人与人之间的障碍，也是由于缺少往来，缺少沟通，于是产生了误会，由误会起摩擦，这样才造成不和，造成敌视，发展成为竞争斗争。追究最初的原因不通啊，所以人与人要沟通，要密切的往来沟通啊。为什么好朋友一生相处那么好呢？常常往来嘛。有空闲的时候，就互相访问聊天，无所不谈，畅通啊，这变成好朋友啊。冤家对头，为什么那个冤结愈结愈深呢？不往来嘛，不往来就互相猜疑，越猜越错。这说明人与人要沟通。家庭与家庭之间要沟通，现在缺乏了。人与人之间有隔膜。家与家之间，我们住在这里，邻居都不相往来，这怎么行呢？